打开包裹着月桃叶跟甲酸浆的阿拜，族人说这些都是亲友送的，口味香到好吃。没有想到这一次却发生中毒的意外，头很晕，模糊，头晕到没办法走路，然后就开始胡言乱语。紧急送医之后，虽无大碍，但族人怀疑包裹阿拜的甲酸浆叶子应该是这次意外发生的主因，怀疑是误食了其他有毒的植物。他在山上看到很大片这样啊。 他就拔来，他说很肥沃啦，就拿那个。通常我们都是这个小的、啊。学名叫做甲酸浆，我们闽南族语叫做拉菲露，因为它的外形很像大花曼陀罗，大花曼陀罗属于是神经毒，哦，所以一般人一般的中药它是用在这个麻醉上，没有很清楚。 经常会把它当成是可食用的。族人提醒，甲酸浆跟大花曼陀罗可以从花朵上分辨，但如果还是分辨不出来，提醒族人采集前最好先请教有经验族人，避免再次误食有毒植物。记者文嘉格的台东卑南采访报道。